各种各样，他来这个一个小 riff。这适应能力，贝多芬也就这样了。贝多芬太厉害。是来唱歌的，而且我希望今天有一个独特的版本，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一首纯钢琴伴奏的歌曲。那么今天很荣幸能够请到郎朗大师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人一起来完成这样一个作品，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忘、非常开心的事情，也算给我自己，也算给我的听众们一个新年礼物。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Down and out. 郎朗，谢谢。